大家好，我是靖远。那很高兴当初有报名参加财富扩张力的课程，在这几周课程的洗礼呢，有意识到内心转变和成长。那很感谢新成老师帮助我了解自己的内心想法，突破心魔，找到真正所想要达成的目标。那我在去年下半年的时间处在人生路上最痛苦的瓶颈。那有一天偶然在网络上看到新成老师在网络上推广线上丰盛教室的免费课程，那其实我蛮好奇的，那看了老师课程的简介呢，既然是免费的线上课程，那就想报名参加看看。那当时其实我的脑中都是负面的想法，对于未来要走的路其实都看不到光明的目标。那在我报名课程之前呢，其实也知道说自己有蛮多的心魔控制着，也知道自己当时的想法无法把藏在心中的心魔拿掉。那想成功迈向出自己的梦想呢，却被心中的负面的情绪给纠缠着。心理八海所提供的免费课程中，对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学到如何去了解发掘自己最深处的想法，宇宙的法则如何影响我的情绪。那所谓潜意识察觉对生活上的正面或负面的能量，我是第一次在线上参与心灵的课程，感觉很新奇。那又有不同的能量在推动着自己，仿佛能够找到并解决自己的最原始的问题点。那最后要报名课程的时候呢，其实心中感到非常的犹豫，那不知道说这个课程报名下去之后，是否真的会改变自己的内心的想法。那但是后来想一想，如果说自己没有报名这一项的课程，那对未来的想法和自己的看法是不是还会一样呢？那既然已经下定决心要改变了，不只是要脑袋扩大了格局，更要从内心的根去改变，所以没多久，没有考虑多久，就决定买下了这个课程。在前几周的学习当中呢，感觉自己是非常喜欢听每一堂的课，也很期待下一周新的课程，因为察觉内心的心灵课能够找到最深层的自己，每一次总会有一些的重点听得很有感觉。那这些重点呢，可以让我去想、去思考、去只要去习惯多想，在不知不觉内在也会慢慢的转变。那当以前的自己呢，在不断的充满无助或是焦虑或是茫然的时候，没有人能够完整引导我的内心世界。那借由这一堂课呢，让我真的诚实面对自己的内心，学会和内心对话，察觉内心的想法和内心的感受。那其实这是感觉到非常不可思议的，因为我发觉这样子是非常有趣的，那仿佛呢是在探险内心的一趟旅程，其实这样子感觉真的很棒。那财富扩张力呢，是从身心灵三方面去完整蜕变和意识状态的改变，让我了解到如何打破内心的限制性的想法，去扩张新的思考领域和信念，就让我有新的正面的态度去面对，如何去吸引真正对的事情到我的生命中。以前呢，我学了很多知识还有财富的观念，但是就是差了正面的潜意识去扩张我的财富。那现在能够去改变我的内在状态，并化为行动影响我的外在状态。那课程所强调最强调的，我心中最有感觉一句话，察觉就是改变的开始，察觉就是改变的开始。那现在的我能够去包容恐惧和担忧，转化为信心和热情，想着如何去帮助别人，创造别人的价值和心态。那以前呢，常常会被心魔拉着走啊，不知不觉就被飘走，然后飘到哪里去都不知道。那学习后与学习前
对我来说真的是有很大很大的差别。那在这16周的课程里面，完整的帮助我跳脱过去的负面思考和情绪，离开了限制性的框框，并扩大自己的意识状态。那知道创造价值的重要性，那仿佛自己的格局和思维已经是非常不一样了。那很喜欢这样子的改变。在我认为整个课程质量很高，只要是内心想要改变的人，认真学习课堂上的内容，并利用冥想工具去厘清内在负面的想法，那就可以改变自己对于很多价值观的思考和情绪。那不管是什么时候都可以重复的复习这个课程，对未来还有人生的帮助都非常的大。那最后呢，真的再感谢我们的星辰老师，那创造了非常财富扩张力的课程，让我学习到这样的课程。